想起来我入行也有26年了，这26年来公司拍了很多部不同种类的电视剧，有时装、明初和古装。早期的我每一年都有机会参与古装的演出，有一部古装剧是我印象最深刻的，那就是济公活佛。你们应该记得演济公的就是谢韶光，那我在戏里面的戏份也是很重哦，里面10个反派人物是我一个人演完。他记得有一场戏，我要吊钢丝飞到2-3层楼，正式拍的时候上到1个人高度的时候，钢丝忽然间断，我就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因此伤到我的龙尾骨。电视塑造了郑可平，让你们看到现在的我。